现场上台了，上台了，上台了。哇，我觉得这是最棒的铁人三项之一啊，因为它有泛舟这个项目是其他都没有的特色，而且好山好水，太棒了，阳光又这么好。双手给我来牵手，前后动一动，双手由前往后，来再来，来右脚踏步，左脚往后踩。太棒了，你看哈，哦，他们的动作干净利落哈，又很快，哇，真的是铁人铁人。哎，对啊，这赞你啊，这视野，这视野。哦，谢瓦当，很值得推奖，推动。加加加！哎，对，你讲。铁人加油！铁人加油！铁人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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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one by far is the best triathlon in Thailand. The best organized, the people are the nicest, the greatest scenery. It's a really, really beautiful triathlon. Maybe one of the best in Asia. Wow. 外国当然可以吗？外国来，外国来参加。外国来参加。你通过这个终点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爽，真的很爽。痛苦，但是痛苦到最后很爽，看到这个终点就爽了。这是钟炳宪嘞，钟炳宪嘞，就是我们的金溥中偶像，耶耶，非常的不容易，我们百忙当中。今年终于完成了，对。平常有在训练吗？平常有在练了，但是当初是练习，有没有最跑很远，大概5公里、10公里这样。对，你刚刚我说哪个比较累？发炎需要抗压，跑铁人三项可以舒压，不一样。所以最近每一年都要过来参加。会啊，高雄办得不错，对，就是整个流程啊、空气啊，对，可以看得出用心。